运选手风光返台，尤其是柔道男神杨永伟，奥运场上他曾嘴角流血出赛，比赛过程难免受伤，照片中随队中医师当时就在替他的手针灸，但使用的不是传统针，而是雷射针灸。画面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平常随队的时候习惯会携带的仪器，有非常多频率可以选择的一个低能量雷射仪器。雷射针灸是以低频雷射取代针，利用光束刺激穴位，比传统针灸更不易有疼痛跟酸软感，也没有扎针的伤口。那柔道的话，有可能是手肘的一些肌肉不适，或者是一些肌肉过度紧绷的状况。如果急性疼痛或慢性疼痛，我们就会选择不同的治疗频率。为让选手展现最佳成绩，中医师使用副作用较低的治疗，而且从上届奥运就开始用。上次的里约奥运呢，其实郭医师就已经开始在用。的确，雷射针灸在运动伤害方面，比传统的针灸来讲，对于选手在侵入性还有便利性方面的功效，其实更得到一个验证。中医结合现代的医学，缓解拉伤、扭伤等急性疼痛，而也因为有医疗团撑腰，选手更能勇敢往前冲。大爱新闻陈怡甄、林道明高雄报道。